正妃地位，请确认。母亲，若兰从前不懂事，没有担好正妃的责任。母亲当家时，将整个王府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家里所有人都敬佩您。如果您愿意教我的话，我会好好学的。孩子，你开窍了。只要你肯学，母亲愿意好好教你。你这耳环真好看，新买的。确实，下次给我也戴一个。行。叶秀，赶紧像个摇头猪般往离开这儿，那聂妃又要来烦我了。二皇子，刚才太妃说你们南诏国极善歌舞，还望您能协助，助我一臂之力，出谋划策。侄儿愿尽绵薄之力。那我回去了。去吧。叶秀啊，金草刺客之事你怎么看？这群刺客都是藏毒的死士，我这侍卫乃南诏数一数二的高手，都来不及阻止刺客吞毒，看来幕后之人来头不小。听说有一个刺客受伤逃脱掉了，目前王府也派出侍卫在搜山。那王爷真帅，烟修任务生成，烟修逆袭任务，找出凶手，保护南诏，请确认。定当全力协助，找出刺客。叶秀，筹备寿宴之事要辛苦你了，那年氏性子直，还有劳你多担待，最好不要让他有机会来找我。定当不负王爷所托。